大家好，我是 Jill，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Real Simple Jill。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快速清洁房间的方法。那打扫卫生呢，都是大家很害怕的一个话题，因为对于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来说，打扫卫生不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要么我们很累，要么就是没有那个时间去打扫卫生。所以呢，怎样可以快速的让你的居所清洁起来，变得更美好，更适于生活，都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今天分享的这个方法呢，叫做 Zone Cleaning， 对，分区清洁。那这个方法呢，其实不是我发明的，在美国已经流行了很久。它的发明者呢，是叫做 flylady.net， 在那个网站上呢，大家可以发现更多的这方面的信息。那么今天我想给大家做的一个示范呢，就是怎样做区域性的清洁。那么区域性清洁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其实就跟它的名字 suggest 一样，区域性清洁就是把你的家里面分成一个一个单独的区域，然后呢，在一段时间之内只清洁那一个区域。对的，不是整个房子同时打扫，而是每一段时间只清洁一个部分。那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家的一个区域呢，其实就是小朋友的玩耍的区域。哎，这个地方呢是家里面的重灾区，因为小朋友一般只管玩不管收拾，而且呢他们就是现在还比较小，所以还不太懂得怎样把东西放回原处呀，或者他们经常在玩的过程中非常非常的投入，然后玩完了马上要吃饭了或者怎么样，所以就根本不会想清洁的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个区域呢一般是我最头疼的。所以今天的 video 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样 zone cleaning 他们的区域的。那么 zone cleaning 的基本方法就是说，我这段时间比如说只清洁小朋友的区域，那么我每天其实只花很少的时间，每天只花10到15分钟来固定清洁这个区域，然后时间一旦到了我马上停下来，不管有没有清洁完都停下来。那么你在下面的 video 里面可以看到，我每天会花10到15分钟清洁小朋友的这个区域，清洁的同时呢做3件事情。第一件呢是把不需要的东西扔掉，扔出去。第二件事情呢，是把不属于这个空间的东西呢，放到应该属于它的空间。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把剩下属于这个空间的东西，放在它应该属于的具体的位置。比如说玩具放在盒子里面啊，或者水彩笔放在它固定的这个盒子里面。所以呢，我坚持的这个大概是5次吧，就是这一个星期的时间之内坚持了一天坚持一次，最后的效果其实蛮明显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会给大家做这个示范。那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呢，请下面接着看我的示范。今天的任务呢是清理一下楼梯上面的这个角落，堆满了小朋友的玩具，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从我们家一楼楼梯上来的这么一个很小的角落。然后我已经把箱子放在这里了，这个是一个 Crate and Barrel 买的一个 Ottoman， 所以呢可以装一些玩具。好了，今天就是清理这些玩具。我这刚收了一半，小朋友就上来了。左边这一堆是要放在别的房间里面的，不应该放在这里。然后这一堆东西呢是也是应该放在别的房间里面的。好啦，现在大概过了15分钟以后，经过小朋友的多次打断，终于把这一块收好了，玩具各具其位，多余的东西呢已经放到其他的房间去了。所以现在这边呢只放了一个他的玩具。哎，好好好， OK OK， Margaret 和 Tiger Daddy 在一起啊，好。然后呢有一个小汽车放在这边，然后从小就喜欢玩的这个推车的玩具也放在这边，然后上面这边呢有你的书，对不对？是不是你的书？你的书，然后这本是不是你最喜欢的 Green Eggs and Ham 啊？呀，那我们晚上再读啊。然后看一下，让大家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啊？我们看一下里面，哇，里面是你的 Sorting Toys， 还有大鸟。OK， 好了，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
Hello， 大家好，今天想收拾一下小朋友的房间里面的衣柜。他这衣柜是从他出生到现在一直在用，完了里面有很多杂物，现在都不需要了。他现在已经两岁多了，所以呢，今天准备想收拾一下。现在的时间大家可以看到，墙上的钟显示大概是2:20。那么我希望用下面的10到15分钟。好了，现在过了10分钟，衣柜已经整理好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里面现在还剩些什么。从上面开始有他的一个尿布包，现在暂时还没有拿走，可能还会有用。然后还有哥哥姐姐送的背包，现在他还比较小，暂时用不着，所以放在上面。然后像上面还有一套他的 Halloween 的 costume， 所以先放在这边。这里有他现在正在穿的晚上睡觉的连身衣，还有一套买大了的连身衣，可能明后年都还可以穿。然后中间这块的话，主要是他的袜子还有小裤子，这些东西都在这边，干净的毛巾。然后他的衣服主要是挂在下面了，从短袖开始，短袖、长袖，然后外衣、毛衣一直到裤子。中间这层呢就放他的一些毛巾，小时候一直用的一些毛巾，还有他的床单。然后上面挂的这些主要是买大了的，或者是朋友送的一些衣服，有些非常大，所以现在还暂时穿不着。还有在上面呢，有我给他囤的鞋子，都是号码比较大的，现在还穿不着。所以衣柜就是这样了。一个小窍门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小朋友的衣柜里边，你可以放一个塑料袋，然后这个塑料袋呢就可以随时装上面已经变小了的衣服，就他刚刚穿的已经小了，可以直接就放在塑料袋里面。当这个塑料袋满了以后呢，你就直接一袋就提出去，这样子呢就可以方便随时整理他的不需要的衣物。那这边的话，我已经把他的一些小了的鞋子已经洗干净了，放在这里，所以这袋已经满了，需要提出去。那么今天剩下的这些东西呢，是从他的衣柜里边清理出来的。大部分都是已经小了的衣服，还有小时候用的一些什么尿戒子呀，或者是小被子、小枕头之类，现在都用不着了。所以呢，这些我准备全部装箱子收起来。好啦，今天的收拾就到这里，总共花了15分钟。Hello， 大家好，今天的目标是收拾小朋友的游戏区域。这块呢是在我们家厨房旁边和厨房紧连的这一块区域。那刚才不幸的是，收拾之前的话忘记拍录像了，所以这个已经是收拾之好的样子了。我大概花了就是那么6-7分钟时间吧，把这一块收拾好了，很简单的就把东西各就其位。唯一需要挪走的一件东西呢是这个 LEGO 的说明书，对，这一本需要拿走，其他东西的话都是原先就放在这边的，所以呢就是做了一个简单的整理。好啦，今天就到这里。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5分钟整理小朋友区域的第4天，现在是晚上了，晚上9点多一点，想花下面的10到15分钟把他这个玩具架上的东西清理好，而且包括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客厅的这个茶几以及茶几附近的这些东西都整理好，把不需要的东西拿到别的地方，不属于这个空间的东西呢。好了，现在过了8分钟，东西已经整理好了，这边的柜子上所有的玩具都各就其位了，然后上面有2个毛绒玩具，然后有他的工具，还有这个医生的各种器具。下面这个篮子里面是所有的托马斯小火车的玩具，还有各种小车车，这边有一个小鳄鱼的玩具，还有所有的小火车和小火车的轨道。那桌子这边呢，桌子上我只留了2个已经搭好的乐高，这个是他自己搭的，然后这个是我帮他一起搭的。然后在乐高的下面这一层呢，有这个小老虎的这个 trolley，
还有几本托马士小火车的书，以及妈妈的杂志和纸巾。整理出来的东西呢，大概是这些。这里有一个篮子都是乐高玩具，所以这个篮子会放继续放在客厅里边。然后另外发现的话，经过整理有三个箱子是空的，所以这个纸盒子可以拿走。完了，这个篮子也可以拿走，因为空了，没有东西在里面。然后图书馆需要还的书，需要放到另外一个游戏空间的书和球。然后这个篮子的这些玩具是什么小鸭子啊、球之类的，它已经现在大了，基本上不玩这些东西了，所以可以收起来。然后这边还有它的一个小帐篷，也是托马士小火车的小帐篷，这个不经常玩，所以我准备收起来。所以呢，今天的收拾就大概是这样子。Hello， 大家好，今天是快速清理小朋友用的区域的第五天。这个是我们家静文的衣柜，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小朋友的尿布，然后他的背包，还有地上还有他的一些玩具。所以今天想花下面的10到15分钟时间快速整理一下这个区域，现在就开始。好啦，现在离刚才开始整理过了11分钟，已经整理完了，上面都是小朋友的尿布，还有湿巾，还有卫生纸这些。然后中间这块我和我老公的衣服分成了两边，这左边是老公的衣服，然后右边是我的衣服。然后下面的话，我的鞋子都已经放好了，基本上都是我的鞋子。还有这边小朋友的一些玩具已经收过来，宜家买的小帐篷。然后再靠里边是清洁用品。地上这堆呢，就是刚才收出来的所有的东西，有一堆塑料袋，然后这个是小朋友的玩具工具盒，这个他现在还用不到，因为是给大一些的小朋友玩的。然后他的小背包现在他已经完全不用了，然后两个空盒子还可以再利用。这边一堆手套帽子什么的，这些现在这个季节已经开始用不着，准备收起来。然后下面还有一双他的鞋子，现在已经小了，可能得要退也来不及了，根本就没有穿过。然后还有一双我的鞋子，准备拿到楼下车库，这样子换鞋比较方便。好啦，今天的整理就到这里。Hello， 欢迎回来。你觉得今天这个 Zone Cleaning 的 video 对你有帮助吗？你想尝试一下吗？如果你有尝试，请给我留言或者给我短信告诉我你觉得这个方法怎么样。如果你有好的建议或意见，也请给我留言。在下面的 video 里面呢，我会继续分享一些怎样快速清洁你的生活环境的这些 video。我希望这些 tips 对你有所帮助。好啦，今天就到这里，谢谢你的观看，下次再见。